得吧。5个。哎，你不飞呀、啊？这个不飞。又下雨了，感觉。开始要学捕食了。自己捕食啊！我操，乌鸦又来了，真烦！乌鸦每天都在这附近晃悠。哟吼！看他们会飞到哪里去？感觉要下雨了。这边还有一个。哟吼！都走了。这东西就是你让它多飞，它是在边飞的这边捕食，它多飞它就有捕食能力。但是我没怎么管它们。像什么还有那种什么楼燕、雨燕那种。会飞就有生存能力，那种是特殊的，其实跟普通的燕子是不一样的。你家燕京要燕戳大概一周，还得大鸟带一段时间，它就你要剁了吗？回得来的。下雨了，哟吼，不见了都，我不召唤他，看他们自己飞。哟吼，一只都没了，消失了。大熊在那里追杀，消失了，物资免费了，差不多有捕食能力了。在家里喂的时候，它会飞过来抢你手上的虫子。看到了，在很远的地方，好像在。草丛上面不虫子，召唤一下吧。飞得太远了。再能回来。都在那边捕虫子。
哎呀呀呀！弄不好听。好，第四次。第五只来不来？第五只燕子现在已经消耗了，消耗了，消耗了三斤气血了。来吧来吧，有风太不太好听。你这个。这个飞行能力这么强吗？完全没有停的影。这个真牛。你是不是我的哦？怎么感觉是野的嘞？丢了一只吗？每次出来放就是刮风，刮风的天气。是感觉尾巴有点长啊，像我之前那一只也差不多，我这个尾巴也差不多，有这么长了。哎呦，第五只还没看到，还没看到想停。有一只是不怎么合群的，放的少，家门口也放不了，要不然就直接把它丢出去了。家门口其他的的确那些东西会追它，会攻击它。真强，自己捕食。行吧行吧，我等他回来。太长了，这个真能飞，这个飞了十几分钟，这个应该是最大的。这一只红灯，感觉要下暴雨了。这回得来你还是挺厉害的，刮风鸟的方向感会变差，不是说变差，它风一吹它找不到方向了，这叫还能回来。行吧行吧行吧。